上跟欧巴上创这个示范的都还是传统吃法，资深啊也没有对，因为我们完全不让尧舜示范，因为它是属于山顶洞人的。不是，我坚持要维持泡面的道统，是不是？今天讲的第八百次，这样子搞得嬉皮笑脸的，是有创意，但是我觉得失去了我们那个份儿。接下来我们就是给年轻人看的哈，这个特殊的新吃法。没错，子琪，我真的很怀疑你传的这个道具，我都想说你真的这样吃吗？真的真的，先试试看这个好了，这个是会融化，它下面呢是巧克力冰淇淋，而且它纯度很高的，它有70%的巧克力在里面，然后可以中和掉泡面干的那种油腻的味道，而且因为它纯度高，所以热量低，所以你也感觉不会发胖。你是为了照帮上面这个泡面找 quota 就对了，对，找热量的 quota。没错，而且泡面它本身其实它没有很多味道，它就只有一点点油炸味道，如果你不加调味料的话，可是呢，它配到这个巧克力冰淇淋，吃起来真的是意外的合，只能这样讲。你是哪一天发明出这种？为什么会发明出这种口味？就某一天肚子很饿的时候，看一下冰箱有什么东西，就把它加在一起试看看，就发明出来了。我一定要吃吗？給我说你那么一点钱，我一定要吃这种东西吗？就加油，这样就是奢侈的耶，你不入谁入啊？很奢侈的冰淇淋哦。我很想叫可可吃。好，我来吃一下。哎，上面还有酒酿樱桃，就像饼干加冰淇淋，对，就像饼干加冰淇淋上面，只是它改成泡。就吃冰淇淋，很像那个和果和人加蜜，对 对, 對，榛果那一类。吃冰淇淋上面不是要撒 topping 吗？对对，取代了那个。但是泡面上那种一丝一丝的感觉会更有口感。青文姐，我们在等你讲话。你看，我们都说了，我们都已经没词了。青文，你就说句话吧，你。他就。很像有没有那种非洲小土著啊？非洲小土著都跑出来，非洲小配上那种有没有？就是那种从非洲来的小黑人，然后配上那种北极的北极熊，就这样。真的吗？他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呀。对，我不吃了之后，我还蛮想念这个泡面的脆感，它比任何的 topping 都还要脆。对你想得到的任何冰淇淋上能加的 topping 它都比他们脆，对，口感更好，更脆。我觉得我们年纪都稍微大一点，因为我也没有汤匙。那个可可，你拿筷子吃一下，真的吗？想看年轻人的反应吗？我想看年轻人的反应，想看。还不错啊 ，OK 啊 ，OK。你看他们可以耶，他们年轻人可以的，我也觉得不错。您这时候补这一句就，不是我们要笑，我们觉得太棒了，对，真的不说话了，好棒啊，感觉。好吧，那接下来这个大亨堡是怎么回事？大亨堡，为什么大亨堡会出现在泡面的料理里面呢？以前日本很流行的东西叫做炒面面包，但你要准备炒面真的太麻烦了，你要买面买料还要炒，所以我们直接就找那个维字牌的那一款泡面吗？对，因为它的味道比较重，那加上这是我阿嬷特制的油肠，还有油肠啊，还有沉香，我阿嬷自己炒的。哦，很香，很香，很香，真的超香的。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在卖 Bensi 的，跟 Bensi 的哦，那把它拌一拌，加在大亨堡里面，就是最流行的炒面面包，而且方便、快速又经济实惠。不会吧？真的，真的。可以来那个小万帮我保险一下好吗？飞机坐得好辛苦啊！对啊，吃泡面也就算了。来，青龙姐请品尝。你看面有蓝色，青龙勇敢，要救人要勇敢一点。我有。我们先看看。对。蛮好吃的。真的吗？哎，这个小朋友应该会蛮喜欢的。怎么样？道统不见了，对不起，道长。没关系，错。这位上人是。这个油葱真的是有加到很大的，加到有油葱，让我觉得那个大亨堡变好吃了，就那个面包体变好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我发现啊，那个嚼到最后那个香劲，是因为它那个面条不见得 Q， 也不见得脆，但是呢，就是它那个酱汁，炸酱的酱汁跟那个面包和在一起，你就觉得，哦。
黄变变好吃了，香了变香了，是。所以如果你嫌麻烦呢，就把那个炸酱有没有直接给它涂上去，然后面丢掉，干嘛了？面拿来加冰淇淋？不是，哎，面加冰淇淋，面加冰淇淋。对，好，我们回到健康一点的路线啊，因为看到海苔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海苔。这个子云要给我们介绍这一道是，这个就是泡面蔬菜手卷。好，来，健康的感觉有哈，因为我姐姐她小孩子啊就很不爱吃蔬菜，所以我那天就一直看到他们在吃这种干的这种泡面，那我想说，哎，如果把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，那就可以让小孩子吃到蔬菜啦。所以这也是王子面吗？这个是那个科学面哦，对，那这个在那个大卖场都可以买得到的，这就是生菜。哦，所以小时候妈妈怕你成为木乃伊，是现在可以用这种方法，而且现在我姐他们小孩啊，不仅喜欢吃之外，还跟着妈妈一起做，增加亲子之间的乐趣。天哪，这做妈妈的很为难哈。对呀，真的这样吃还是包着青菜的木乃伊呢？哎，重点来了，哇，就是这个复杂复杂。但是呢，你看啊，我们这样，我们顺便就是拿这个纸，再次把它吸油一次。这吸得到油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你看到没有？在这里，有没有？还是有一点的，在这个地方，对。那我们把它弄碎一点，它这样吃起来包起来之后，就会有那个泡面卡滋卡滋的。你看，我觉得那个饭团有没有？也是可以包泡面，对呀，取代那个油条，搞不好它比油条还健康。对，然后还是加点美乃滋，因为它都是干的嘛，加一点点，好，不要加太多。最后就是还来点芝麻嘞，芝麻，哦，好了。妈，那个泡面可不可以放多一点啊？这样之后呢？因为太大了嘛。对。所以我们就看有脆脆的声音，你看。哎。这边呢，对不对？我来吃吃看哦。有吧？说不出话来了。我正在分辨这么多脆的感觉，泡面在哪里？对，还在找。有搜寻的感觉哈，我觉得它就可以取代油条，真的，因为油条是炸过更多次的东西，不错哦。这个感觉好像是，你看原来那个蔬菜跟海苔的那个野味儿，那个沁味儿，就蔬菜原来的那个沁味儿，被那个泡面呐酥脆香脆，因为我们需要那个香的那个刺激，所以整个融合下去，哎，我觉得是可以搭的，这个有彼此不抢味儿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，姚顺，你的道统很好，很好，谢谢石班长，还是违背了泡面界的道统。列伟，还可以包饭，对，还可以包饭，而且它很简单，重点，不浪费时间，小孩子因为这个已经吃饱，也不会吃太多泡面，对，这个方法不错，好，谢谢子云，谢谢。这么多种泡面新吃法，观众朋友可以试一试哦。接下来是芊芊的泡面料理，可是大受好评呢。好了，我们这都是台湾姑娘了哈，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对岸，对不对哈？对，好看你们吃法跟我们什么不同？在大学的时候，泡面是真的是每个人必须要吃的。对，那真的泡面也是陪伴我们大学四年来，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饭。所以您也是学顺哥用电汤起锅？没有，我们那边没有这个，没见过哦。你看，对，你看看吧，到底在哪？可是很多都是你们那做过来的。哎，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对，是不是？很多他们都写那你们那儿做过来的，在哪儿的？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们宿舍那边其实是不让用电的，就不让用这个额外的这个电，对对。所以你们烧煤炭煮泡面了？当然不是，我们在宿舍里面吃的话，其实都是用泡的，用那种一碗一碗直接泡。对，那这个呢，是我们当时就是到大三大四的时候，跟同学在外面租房子。这个呢，就是说需有一个这个番茄的，一包泡面的话用一个番茄，一个番茄，对，一个鸡蛋，然后一个蛋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，就是一点点盐就好了。对，然后那个这个黄瓜丝，对，这个是就是到最后吃的时候给它拌在里面，可以让口感更清爽一些。可是我想象不出来，这个蛋跟这个番茄泡面怎么能变成这样啊？对呀，炒过吗？
对，要炒过。那这个其实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像大家一般说想的是泡那个，如果要是炒泡面的话，可能要先去煮它。对，煮过嘛，它面条才会变软。但是呢，不要去煮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煮完泡面以后，那个泡面会比较软嘛，然后再跟这个菜拌炒下去就更软了，更软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是有先煮啦，但是因为就是我接到这个通告，就一个星期啊，就我老公就吃一个星期的泡那个炒泡面，用心。对，因为你们节目多么害人啊，搞得人家害人，因为我要照费不高，你不用这样牺牲的，没有说我老公牺牲啊，你们做节目干他牺牲什么事儿啊？是，因为我要研就是上回家一看，他亲了遍木乃伊了。我老公昨天晚上吃完以后跟我说，终于不用再吃炒泡面了。芊芊为了节目研究多天，也让老公吃了一星期的泡面，而现场来宾也吃得超满意，究竟有多好吃呢？下段广告回来别错过了。